不行，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个非常好玩的魔术手法。哎，我们身边有许多的好朋友，大家可能都深有体会，他们都特别喜欢玩牌。哎，有许多的人，他们总觉得自己很聪明，哎，没有他什么不懂的，讲起什么东西来，他们都头头是道，这个也懂，那个也懂，哎，什么破牌自己的，场地自己的，这个没问题，那个没问题，哎，其实他什么都不懂。哎，今天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个手法，哎，看大家能不能看懂。平常我给大家展示的这些手法，有些人说我是哎瞎蒙的，运气好，还有些人说我是剪辑的之类的。哎，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展示，哎，我连续的多洗几次牌，看我自己能不能拿到最大的，哎，看我是不是剪辑的，是不是瞎蒙的，对吧？好，给大家展示一下，这是一副普通牌，整副牌是没有任何顺序的，随便买副牌都可以。哎，任意的切一下牌，对吧？为了节省时间，我就发四份。但是发多少份都没关系。来看一下，三张清一色，对吧？有没有问题？好，再来。哎，随便切牌。七八九，对吧？有没有问题？好，再来。哎，任意的切牌，对吧？对吧？九十勾，有没有问题？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再给大家洗一遍。哎，任意切牌，对吧？哎，有没有问题？清一色也没问题，牛不牛？